为了挣点小钱回家陪你过节。金钱自私自利社会让我变得颓废，曾经天真无邪笑脸现在变得憔悴，我只能坐在电脑面前喊着我的另类，可你连问都不问，转身来了一句无所谓。我操，你现在为了金钱命令已经离我远去，我只想和你破镜重圆，内却骂我悲剧，独自一人坐在沙发听我写你看的韩剧，心里想的什么时候之后再能联系。你怎么来了？进来走一走。他把我甩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别忘了你给我的承诺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承诺啊？现在我有车有房有钱，我还需要你吗？莫尘，你是畜生。最狼狈的时候你还跟他看着电影，现在舔着老脸跑来说我没有人性，你只配给我拎包，还有看着我的背影。得不到的永远不是，这是姐的本性。事到如今有了身份，有了名利，有了地位，曾经爱你曾经宠你，现在就是放屁。奋斗五年我还一直为了生活努力，虽然我爸不是李刚，也有我的志气，这是作为一个男人爱情的真实经历。一个男人不断的努力，还有点点滴滴，图钱图利图名的女人根本没有道理。偷偷告诉你们，这是轩宝刚写的日记。